接下来我们要教空气，第一个是空气的组成。空气是个混合物，你怎么知道是混合物？以下实验。第一个，让空气变液体，前面教过了，什么情况之下，暗示什么样的温度，什么样的压力，高温高压，高温低压，低温高压，低温低压，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可以让空气变那个液体？那个谁，黄伯祥讲，高温高压，高温低压，低温高压，低温低压，我可以让它变成液态。高温低压很好，请坐下。你完全不了解你的同学，他根本就是个贱人。相处一年多了，你不知道什么人吗？相处一年多，你不知道是什么人吗？你要相信他的话。真的啊！我只能说你是纯真善良的小朋友啊！啊，完全不是人心险恶啊！低温高压的时候，用低温高压可以使空气液化，然后再加热它，你就会发现有东西会先跑出来，有东西会慢跑出来。因为我们的氮气的沸点比较低，所以氮气就会先挥发出来，先蒸发出来，然后氧气就留在里面。所以由此实验你就知道，空气至少有两个东西，一个会先跑出来，一个会后跑出来，所以知道空气是一个混合物。第一个实验，接下来实验是上三个实验，历史的过程中有三种实验。这个是第一代的实验，广口瓶造一个蜡烛，然后蜡烛呢点火，然后熄灭，然后就发现那个水会跑进去，水会跑进去就表示有东西用掉了，然后蜡烛灭掉的时候水没有装满，表示有些是跟燃烧有关，有些跟燃烧无关，所以至少有两个东西，所以叫做混合物。这个是第二代的实验，这个实验很快，这个实验学测有考过，但这个实验院做的情况效果很差，所以只出现一两年就被拿掉了。这个钢丝绒，然后呢它去生锈也是一样，会发现个水面会上升。发展的第三代的实验，第三代的实验跟它类似，但是把它放在这个保特瓶的罐子里面一样，都是生锈完以后发现那个水面会上升，表示有东西用掉了，表示有东西会跟生锈有关，那另外一些跟生锈无关，所以就知道它是一个混合物。混合物，这个实验啊，我们有三代实验，在这个三代的实验里面，要请注意，透过这个实验，我只能够知道空气里至少有两个东西，一个东西跟燃烧跟生锈有关，一个东西跟燃烧及生锈无关。但是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氧，氧是我现在告诉你的，是你学过学问之后说氧跟燃烧有关。你做这个实验，你不知道它是谁，你只知道有两种东西，但是什么东西你不晓得，不必不晓得。OK， 另外一个事情要注意的事情是，这个实验里面水面会上升，考试会问你水面上升多少，你就给我写五分钟。那是你们小学念过的，说空气大概占五分之一是氧，五分之一是氮，你就写五分之一。但是你做实验的时候做不出来五分之一，你如果真的这样做实验，保证做不出五分之一的答案，没有，做不出来，没有关系，你就给我写五分之一。考试的时候问你水面会如何，答水面会上升，问上升多少，你就给我答五分之一。五分之一 ，OK。气体呢，这地球再教一遍。现在的空气分两种，一种叫固定气体，一种叫做变动气体。固定气体就是世界各地成分比例相同的，叫做固定气体。变动气体就是它的成分比例会改变的，叫做变动气体。固定气体有这两三个，前两个是小学念过的。氮跟氧，后面的是国中多教的氧，氮氧氧叫固定气体。变动气体就是世界各地会变化的，
你会教三个水系、二氧化碳跟臭氧。这个到三年级第一个会写讲很多，就讲很多，对，你知道一下就好。好，固定性不用讲。另外，我们所谓的固定气体，啊，含28%了，含70%几啊，这个比例是用干空气当标准，干空气不算水，根本不算水，因为水系的变化太大，从0到4，0%到4%，沙漠上空是可以0%，热带海洋可以4%，你如果把水放进去算，大家的含量都不一样，分母都不一样，不会有人叫固定气，所以要用干空气做标准。如果更正确的说，是用干净的干空气，什么意思啊？纯气体，那里面没有渣渣，没有小水滴，没有小液态，没有小固态，纯粹都是气体，干净的干空气做标准。用干，因为什么要用干空气标准？因为水气含量变化太大，我们要这个干。但无色无味无嗅，你国中学的几乎都是无色无味无嗅，几乎都是，也因此，只要它有颜色或者它有味道会臭的，会怎么样的，就重要要记住，其他都是无色无味无嗅，活性很低，意思就是不太容易跟别人作用，但是如果高温可以作用，所以像汽车引擎里面温度很高，就会产生作用，氮氧化物就会出现。氮可以合成成氨，然后做氮肥。你们生物有没有学氮磷钾？生物读的还没，都学完了。氮磷钾肥料三要素：碳循环、氧循环、氮循环。你们勾起点回忆啊！氮磷钾肥料三要素：氮肥、氨、氮肥、硝酸。食品包装填充氮气保鲜，那个谁做的广告？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家伙，对，他在帮那桂格打广告，啊，什么桂格的民国哪一年来台湾，才前列全国世界第五，做什么专业的燕麦片生产工厂，然后后面有说，每一个台湾生产的桂格燕麦片都有氮气充填，干嘛充氮气啊？保鲜，因为它没有反应，它不会反应。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有什么东西啊？有的是，有的你也会有，还有一个是你们那个你们吃的那个的洋芋片，好，那一包里面看，然后很空，可是里面没有什么东西，那个洋芋片，氮气充点，保鲜用，保鲜，啊，这样吃到要背，提供氮气充点 ，OK， 提写课堂练习。好。